为一个电视迷和小说迷，对于今晚上映的《舞动乾坤》可是抱了很大的期待，不过希望不是失望多于了期望。本来《莽荒纪》和《翟天记》一类的改编就很不尽人意，所以巧剧像大多数观众一样，希望通过一部真正的大改编来完成对于玄幻类题材电视的突破。不过显然还是愿望，现在基本上还是拍成了玄幻类的武侠片。我们来看看《舞动乾坤》这部电视，是由深蓝影业、优酷视频、北京世纪伙伴文化、粤海影视、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装玄幻武侠剧，由张黎执导，杨洋、张天爱、胡军、王丽坤领衔主演，释小龙、柳岩、索孝坤、龙晴、杨浩宇、冯俊熙等联袂主演。张黎导演本身还是非常厉害的，比如之前出过的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《大清盐商》等，但是奈何由玄幻小说改编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困难。小剧在这里简单的罗列一下，一是在原著的世界观构建上，这是非常费脑的一点。玄幻小说中动则亿万生灵、百万疆土，且是靠着文字或者是别人的叙述才得知的，而换到影视剧中就不这样了。如果一味的靠人物对话来建构世界观，乏味单调和故弄玄虚的一味就大了，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像之前《莽荒纪》的情景。再者就是玄幻小说中无与伦比的武器、丹药、妖兽等，用电视剧的表现方式很不好表现。接着还有诸如篇幅、内容长度等问题，也是改编的难点。现在《舞动乾坤》宣传片虽说还不至于太尬，但是全新的剧情模式不知道具体怎么样，所以说小说改编电视剧这条路任重而道远，只有看后续怎么样了。好了，就说到这里。